新台。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富翁摇钱树，赚钱真快速。今天的走势很戏剧化，这个走势就跟台风假一样。你的操作要求是什么？当下果断判断。如果在当下你怕东怕西，你什么都不敢决定，事后回过头来看，每个人都知道开低走高马后炮没有什么用，就跟台风假一样嘛。啊，早知道 就不要放假，对不起国家民族。这种东西有时候在当下，你看什么狂风暴雨的时候，你的判断你可能会怕错，但是你不能够怕错，错话怎么办？调整就好了嘛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讲说为什么会拉，你说摩台结算，你说国安基金护盘，你说因为外资买，或者说你说因为等等原因，什么年季底或是月底作战，不管任何原因，重点在于今天量1022亿，涨了48点，这样的一个现形，它表示什么意思？它表示什么意思？今天刚好九月底的一个行情里面。我们要问的是，我们要看的是，十月份你要怎么做，对吧？所以马后炮去讲说啊，为什么会涨？那个没有什么意义。重点是这根线，这是一根什么线？破脚、穿头、中阳线嘛。以现货来看，平底、设置、诚心，这是不是一个反转向上的讯号？我想这才是重点。之前我跟你讲过，高空一波到底，来到这个高点，我们所说的目标嘛，那时候是告诉你什么？不要追了，要卖，好，准备拉回打脚。这个位置是不是叫中秋节打脚？十月份有没有攻城继续攻？8501是什么数字？就是这个地方，每个人都害怕的位置点。这个位置8501，一个大警戒的地方。十月份要去攻这个地方，投资朋友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它会决定你的动作。你不能够说，到底会不会去攻这个城？8501会不会攻？不知道。你如果不知道，你怎么做？如果你认为它不会到，那你就做空嘛。如果你认为它会到，那你就做多啊。如果你认为这地方是属于打脚，那你就做多啊。那如果你认为怎么颈线有压力过不了的话，你就做空嘛。而我们的动作做多，好，这是我们给你一个立场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你如果说啊，我等事后来验证，可以啊，那你肯定错过一段机会了嘛。就跟之前的这一波，有没有？我们是讲说高空一波到底，请问你做什么事情？你如果一路看，那可能你错过这个机会。那如果你是做放空的，希望你不要被嘎到。你如果被嘎到，你说你赢钱，那算你厉害。那如果你被嘎到，你再继续放空嘛，等你过高点的时候，你再停损一次，你可能就输光了。昨天25号，我怎么讲？我们跟你讲的高点嘛，8167。今天台指期的高点多少？8178，有没有？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还好而已啊。来，我们来看我们昨天怎么讲，好，礼拜五怎么讲的？我说啊，量那时候预估700亿，你要马上大反攻，有它的难度。顶多守住，让多方找到支撑。投资朋友，上个礼拜
这是一根什么线？量缩为过去这段时间里面的最低量，相对低量嘛，有没有一个低？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这几个低量里面，十字星嘛。好，那个时候我们讲什么？因为当时的量只有707亿而已，很低，这边大概是600多，低量要攻，单日攻有它的难度，所以它只能够让你找到一个所谓支撑点。这个支撑是哪里？就这个缺口，对，好。那今天两个低点是差不多的，微微稍微破一下而已，那还是可以把它视为平底哦，一样的底部。缺口补了没？投资朋友，缺口补了没？如果你今天来看的走势，缺口要半封闭，没有完全封闭，但它是一个稍微微破穿头得跟什么线？所以我们这样看，以礼拜五，它如果要变盘向上，它有两个方式，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方式是直接十字星之后跳空，有没有？这叫这样子，直接这样跳，这是一种方式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另外一种方式是怎样？就像今天这样子的，这是一种，但是这个强度比这个还弱，这个为强，这个为弱。那至少你可以知道重点是哪里，十字星的高点要突破。所以今天有算了哦，而且量又出来。所以中秋有没有变盘？投资朋友，中秋有没有变盘？当下你要判断出来啦。你如果说好，我再看一下好了。好，等你看了，你什么时候认为中秋会变盘？等它过了8488之后再说啊，原来这中秋会变盘，那来不及了嘛。所以在昨天我们讲什么？后半场缩脚，以铁锤在缺口处打出砖脚，有没有？缺口处打砖。那我们推估，连价之后会以跳空开出，好，跳空开出，所以礼拜什么？开盘跳空，正在多方拼中秋变盘向上。好，投资朋友，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是，最强势的变盘为这种变盘，开盘向上跳空，然后开高走高。那因为连价嘛，所以说变数比较大一点。今天是以什么方式？开盘开低。开低走高，好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动作是什么？等稳了之后重新再做。今天逢摩台结算及投信月跟季的结算，所以走势叫戏剧化。你把它放进也没关系哈。所以我们是先退再进。好，那我们进哪里？这一段没有做哈，打下来之后我们这边买。那我们刚好买多少？买在8068到8078之间，刚好最低点8068被我们买到，就这个地方等稳了嘛。因为开低之后你不知道它弹到多少嘛，透过开低走高，你知道的这一段已经有人进来了，投资朋友，因为你先看到稳之后，我回撤买，好，这是我们先退再做。所以因为昨天传真稿已经推算出什么开盘会出现所谓跳空，因为我们来结算9:10、11:10、1:10会做价做线，预估 K 线收红。好，投资朋友， K 线收红，做线做价，这三个时间，哪三个时间？9:10是这一段，有没有？9:10嘛，这一段11:10跟1:10就这一段，有没有？这一段还有1:10就这一段，总共三段时间，开盘可能出现跳空嘛。那既然有时候如果你算不出来或是算错，先退嘛，先退重新做就好了吧，不用说啊你输不起。如果你输不起，
其实你肯定不适合做期货，因为有对有错嘛。那这种东西我们要去控制的是什么东西？你要操作的一个逻辑性跟一个 SOP， 就什么情况之下你要进，什么时候你要退。那操作的逻辑里面，你只要逻辑对了，方法对了，积少成多嘛。你不能说啊，你永远都输不起，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，投资朋友。像之前我们55连胜，那是因为我们整个四都对，四看对，手气又很顺，就一直把把赢。那有时候人手气也是会有点差一点嘛，所以你要去允许什么？允许犯错，但是你必须要懂得知错能改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推算？存量高有跟你讲过，台股开盘会跳空，9点10分、11点10分、1点10分会做线做价，早盘波动比较大一点嘛。预估收大涨或收红，收涨。今天没有大涨啊，因为没有大涨嘛，只涨16点跟48点而已。但 K 线早盘波动大，最后收盘是收涨的，对。这是我们推给你看的啊，而且是礼拜五给礼拜二，因为礼拜二休假变礼拜三看，所以礼拜五就直接推礼拜三的情况。所以操作，先考虑控制风险，等稳了再做多嘛。那今天大盘以破脚穿头做多，做多空双杀。何谓破脚穿头多空双杀？开低杀多，反弹上来下来的时候的这个地方做右空，上去的时候过高点让多空单停损，为破脚穿头的多空双杀。他为什么是这么做？企图在于甩轿，甩轿是甩轿。你想做多的你做不下去，你想做空的你也做不下去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这边做放空，那上去你可能你就停损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那个情况，甩掉的目的在哪里？更显得我们在跟你提到的这个地方在打第二只脚，做中秋向上变盘，投资朋友。所以我们是怎样站在多方操作，做多操作。为什么我这么讲？因为之前我跟你讲过了嘛，25号拉回打第二只脚，好，打第二只脚怎么打？打第二只脚怎么打？你说你事后回过来看，你也知道哦，那个地方是打第二只脚。可是当下在形成的过程里面，其实他有时候在洗盘的过程里面，他的目的在哪里？甩掉的目的在哪里？为变盘，而那个变盘所构成的形态叫第二只脚嘛，这叫第一只脚，然后这叫第二只脚，有没有？一只脚、两只脚，然后颈线，然后突破回撤再往上拉，那目前在这个地方。往上拉之后，等到所有空单全部停损，然后再杀破，再破这个低点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，恩老师你现在看多，那这个行情会到10000点？没有，可没有到10000点，而是让你说什么反弹逃命的过程里面，你要逃，但绝对不是在这个地方开始逃，因为这地方还没到目标嘛。第一阶段8492为第一阶段，第二阶段过8500。所以这个行情我们把它规划好了，投资朋友来。那这个行情我们怎么看？我们上礼拜我跟你提到的传真稿，我怎么去解读这个阳线缺口保卫战？铁锤在缺口打桩，为中秋变盘向上。理由第一个，以缺口轨迹来看，9月2号的下影线叫半封闭，半封闭为缩脚入手做修正结束的起涨。这个情况不同于9月21号的长黑全封闭。我要讲什么事情？25号的时候是这根线是半封闭，它没封闭嘛，叫半封闭而已。好，这个位置看到没？是半封闭，没完全封闭。半封闭之后回撤开始拉，拉这一段，逃逸缺口，
中继缺口，接近缺口，第三个缺口以中长黑填补一日封闭，所以接近缺口可以允许封闭，那中继缺口可不可以封闭？中继缺口不能封闭，它如果封闭，那你只能说这个行情开始由展示变成横式，所以这个缺口很重要。它如果守住，那这第二只脚的话就能够过多少？过8500。你要懂我讲什么吧？所以以上次来看，缺口半封闭开始拉，那这一次我刚跟你提到了嘛，缺口并没有封闭，缺口并没有封闭，所以是看多还是看空？你要看空那是你的事情，等你被嘎了，你就不要来找我，投资朋友。那我怎么看？第二个，量缩，自喜量是拉回买点的这个逻辑去做推导。中秋变盘的胜率有多少？66%。好，怎么算出来的？上个礼拜五是量低，量很低，才多少？707亿而已。当时有过去来讲，这是个低量，有没有？底部爆大量急拉回撤，量缩最低，打脚再往上攻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是一次哦 ，OK， 成立。第二次，横向整理，量又缩，再攻一次，第二次成立。所以这一波在多头格局里面的这一段叫做第一波，拉回量缩，拉回量缩都会再涨。那这段是属于修正波嘛？修正波的情况之下，量缩，修正不完全，再回撤一次，再找一次底部，第二次量缩。所以这个地方依照过去的经验的这一波里面，两次对一次错，胜率多少？66%。所以可不可以拼？可以拼多的你会赢。好，这是我们的逻辑。好，第三个逻辑，外资2.1万口的净多单企图明显。今天的走势，你看到什么？外资是买还是卖？多单继续增加。今天2.3万口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你在放空，你要小心一件事情，不要到时候外资嘎上去的时候，你的空单在上面停损，结果外资把它多单给卖掉，刚好在高点的时候外资做多单出掉，你刚好做空单回补，一补一来一回，刚好你买单。大盘的多头趋势有改变了没？还没改变。为什么外资敢买？企图在哪里？你说是摩羯结算，先过啦、啊。那下一步是什么？10月10号，再接下来10月份台子期结算。所以这个走势你要注意到几件事情，就是说今天的走势，这个地方的量先架行，如果你把它画出一个切线，是已经突破了。那这个地方你说啊，价格还没突破，量已经突破了、啊。所以到底是做多还是做空，投资朋友你自己想清楚。因为之前我跟你讲过了嘛，全力毛起来买，你敢买吗？你不敢买。我们说毛起来买是什么时候讲的？8月24号毛起来买。那个时候我们跟你谈到什么？7203是转折，跟你提到目标看8492。8月25号，经过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到8488，1285点。9月18号，9月17号，站在卖方，站在卖方。17号是告诉你站在卖方，17号告诉你什么？提防空方压力，等量缩再切入。18号告诉你不用急躁去追，因为有冲关的疑虑嘛。23号是告诉你什么？要回测9月9号的大阳缺口，所以观察、等待、站不做多，先看后动。23号的事情，23号告诉你保持空手，看外资在台子期的动向，看融资的情况，
看量能是否有效缩减。23号告诉你什么？中秋正逢摩擦结算，有可能触底反弹。24号告诉你什么？要回测这个缺口，观察缩脚的下影线。所以我们所讲的东西是什么？从头到尾到现在是一致的，投资朋友该怎么做？跟紧脚步。我们23号的时候，我们的股票在攻顶的时候是已经解码了，然后还把它出脱。好，出脱的目的是该在干嘛？保留火种。那今天我们的动作怎么样？开始减股票。我们之前已经大幅出脱一些持股，那今天正在买方减股票，安保、华雅科、零一、丰泰，好，这些股票我们开始在挑股票减了。为什么？我认为它还在涨。安保、华雅科、零一、丰泰这些股票，我认为它都是有机会。所以接下来10月份到底该怎么做？投资朋友跟紧脚步，明天怎么看？休息一下，待一会再回来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成功投顾中秋现大礼，成功投顾中秋节联合大促销，全面81500。今年最强档，错过本档机会不再。最后一天，请您立即拨打洽询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成通投顾这项以推数、用数、权力、电器、审视、观行、度时，翁老师独创遂行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遂行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，受用无尽，看准三日行情，富甲天下。02-2752-5868，成通投顾值得托付。成功投顾中秋现大礼，成功投顾中秋节联合大促销，全面81500。今年最强档，错过本档机会不再。最后一天，请您立即拨打洽询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。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，润泰精工，创新建筑，假山林城上城，壮丽落成，成屋预售付，大户轻松住，20分钟直达台北101。长庚正对面，金店面开放预约。假山林城上城，兑现承诺。2431-5858。我们今天的重点跟你讲到，10月份你该怎么做。10月工程8501，明天进入10月份是你新的开始，跟紧脚步，关键数是跟紧脚步。今天符合预期，早上开盘跳空以及急拉时间点吻合，最后收红，预估高点8167，这地方都是准的。我们可以把它放近一点，没关系，放近一点。由于今天的电子强，金融弱，台积电强，股王弱，导致今天有人为作价非常明显。今天电子强，金融弱，但金融股尾盘有拉，由黑翻红。台积电很强，双芯反转向上，股王比较弱一点。所以大盘是以平底设止做诚心十字向上反转，就是这主线哦。平底，然后诚心向上做反转，因为今天逢到摩擦结算的这个力量，靠这个力量
出现所谓多空转折，然而还需要以明天的开盘做确认，这是比较保险一点的。如果你要拼的话，直接用拼尾盘嘛，也可以啊。那今天仍然是正在买方，我们做多8068，我们明天继续再赚，所以我们明天继续再赚。该怎么做？跟紧脚步。中秋节我们有个礼账，因为最后一天了，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全面特别。最后一天，好好把握下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中秋节联合大促销，全面81500，今年最强档，错过本档机会不再。最后一天，请您立即拨打洽询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成功保护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利作手，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，精准的分析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，让您成为股市中的常胜军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，2752-5868。我们换房子找了大概有半年多一年，林口真的跟我们想象中很不一样。他的生活机能越来越好了，就算出国离机场也很近，多花20分钟就可以换一个这么好的房子，真的一个决定我们就可以美梦成真。这不只是一座房子，更是我们的生活新世界。台北不可能，欢迎来林口国家首席，2600-6688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I still, je t'aime.